密斯潘丽尔第一次遇到他应该会在积分魔法大赛的总决赛上。根据主持人介绍，他会使用失传的魔法属性漩涡，以12连胜之姿与玩家在决赛对战。看起来是个谦虚的人，对战前还会很有礼貌的自我介绍，顺带称赞玩家很有实力，自己也会毫不保留的对战。对战结束后也很大方的认输，并恭喜玩家夺得最后的胜利，最后留了一句：下次遇见你我绝对不会再输了。到这里积分魔法大赛结束，玩家对最后一句话也没有放在心上，直到官方在2022年6月21日更新了夜间斗技场，恩利尔得到了全面增强，血量14亿，减伤 99%， 机制队伍有人阵亡会无敌，还对你撞墙，打起来很麻烦，只好绕人。来吧，可以开了。全面斗不是重点。等一下，我偷偷放声音，应该可能没问题吧？放什么声音？放圣音。传送。你等一下卡在那边不动死地啊！传送是站歪的、啊。传送你再退一格吧，你再退两格吧。你是要跟怪叠在一起吗？不用啊，退两格啊。啊，你们是这样站，我们是。我把你们放凯一折吗？你要不要活起来的？好像可以、欸。好，那你看吧。要重叠也是可以啊。会重叠？重叠啊，重叠吧。我说那个，我怕 OT 啊，所以你重叠吧。那个火领。前面应该找不到了。还要不要？好，知道。多放一下好了，以免倒地。我是怎样？是怎样？天罗地网，立马就清丢。故意的哦。丢啊！都起来了。我都起来。我浪。我觉得这一场。我是怕我变战犯，谁变战犯？不行，十个人会变战犯，他敢踢过去，瞬间然后就被脉冲。这个没看到我这个 ID 怎么快都死了？感觉猫咪好像比四人好，对吧、啊？米会员，那个猫咪这边很宠。啊，农夫记得你的 buff 要上哦。所以猫咪的爪痕也可以吃这边的怪，就对了。boss， 非 boss 会一样会抓伤。那饰品要带两个那个猫草项链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，就解那个 CD 吧。嗯，解 CD 的。哦，第几关开始要挂？八。一样都是八。啊，那你文章先放放看，看那个伤害有没有变。不对啊，被八在全场架了。他们刚刚都没跳进去啊？有啊有啊，他们踢出去那瞬间会进去啊。他们踢出去的时候会。无属性。啊，等下看一下是不是？魔力剑士又出一张。那是不是十阶的？魔体剑士有个强哥哎、欸，我靠！拿强哥的吗？OK， 混乱。记得那个快捷键，记得放那个。然后我放绿水，我喝啊。OK。天地神离。九星库洛雅，库洛雅是哪一只？王。那个王哦，好像是王。王吗？我看一下，库洛雅是王吗？库洛雅哦，不是，库洛雅不是，是那个忍者啊，忍者最大。你现在几阶了？八阶了。没几阶啊？我不知道六七、啊那我那个火灵先重铺。
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你要盖掉它，你要盖掉它，现在有 bug， 你把它盖掉。你把那个火影不会不见哦，它时间倒不会不见。没事。会，它时间不会重置，它时间不会重置。你先切别的零，先切别的零。它现在有 bug， 你随便盖一个零，随便盖一个，哎、啊，对，然后再火影上去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现在有 bug？ 现在那个零有 bug，、啊、它那个时间 bug 念意外是不是？对。好了，那个 OK， 看你那个领要那个什么文章要不要重？文章我知道，是我吗？这应该不是我，不是，小怪而已。哎、欸，文章你不要那么快吧，你不是要很久？没有，信息是刚刚好的，刚好是刚好的。我快倒了。你被晕一下超痛，你是该吃个力。你有拿黄金手吗？有啊，而且传送还不能帮他放守护符。直心哦，直心哦，要赌了，这个要赌了。嗯，抓了吗？抓！为什么变得那么痛？奇怪，可是啊，他是其他属性攻击。有可能，属性的物理。开喽，帮你开一折。哎，因为我用恶魔啊，所以伤害又被打这顿就更多。嘿嘿，50%。我，对啊。4.3亿哦，但感觉有机会呢哈、哦，而且还没标记。又来了，就是状态还是怎样？啊，全状态啊，全状态重放一次哦。你们魂再下来一次哦。我等下领也重放。哎、欸，你先看你的文章，你先看文章CD多久？等一下你。哎、欸，那个记得要标记，然后重飞哦。然后刚有重放回来。我帮你开了吧。有缺 AP 的吗？缺 AP 的吗？全人他要不要重唱？全人还是有，还有2分钟啦。他、啊、那个嘞，604的那一招嘞。对，看了。为什么604在？这个是谁啊？一直在那边抖。那个假发会跟着人一直抖哎、欸。我图破图，我人物破图了哈。你的假发在空中，然后你的人在下面。你来哦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两个人重叠了，好坏掉，先地速的。啊，等一下记得标记哦。等一下啊！我靠，石恩，你队友有两个眼镜，好扯哦，好可怕、啊。嗯，这两场地要标吗？太阳，是已经变两个人了。要标记啊、哦！要标记啊、哦！要标记啊、哦！我要重放，我重放技能，我重放那个 buff。嗯。天地树林 ，OK。记得怒爆、欸！记得怒爆！记得标记！记得怒爆！记得标记！等一下看到烤鸭。为什么我看农夫是没有头啊？啊，他因为他是那个、啊。好了，都好了吗？都好了吗？就来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来啊，你们都来吧。文章记得放啊。我知道。他走出来就放。一直看到他、欸。Yes, 可以秒了。十下了。哦，秒了。哦、秒了。没、哦、错，十下。一人踢一下，没了。刚好十下。以上就是这次的挑战内容。Teamwork OP。